正在为大家带来的是2021 CFBL 春季赛，那也是我们今天第二场比赛的第二张地图潜艇。率先作为保卫者的是 EDG， 潜伏者的是 AG。是的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到了第二张地图以后 ，AG 来担任潜伏者会有怎样的一个进攻？看过我们之前的冥王，他们一个 QB 在，今天来过局了，空手的 QB 在，一包我帮 A 包点了啊。这边 A 包点第一时间的。防守就是派上了两名保卫者呀，然后 B 点前点是放给了对方。还是要看一下 AG 中期的一个选择，是把更衣这个点清下来，还是说去把双门这个点给占下来？嗯，就是一点是二楼那种上下位那种守 B 的，回来了 M 三加他。直接加吗？上来给你接着掉。哎，管得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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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正常。管得下，管得下。可以去爆他了呀。A 就一个哈里斯，夹吧，夹夹夹。来，哎，这边想要去夹 A 点吗？还是他们觉得只有一个人？让绿豆放不过来。走了，摸走了，摸了，走摸了。别切，别切，别切。行，我走了，能走了，我走了。同样 ，A 大这边也是已经动了。门点六十，六十，六十。A 大，还有一个啥呀？第二个成功了。这边打了一个八十多没掉 ，A 过九十，这样的话也确定了天荒的位置，那直接可以落在这个 A 点了。是，来看一下天荒怎么去处理这个残局。不拿步枪吗？抢不到那么快，加尾。A 控的右手包啊，对，就小提那个。他并不香。我把他给他撑了，我没。行，我不合适。我可能第一次看到拿堕天神这个手雷的。他想找枪吧，好像。哎，他如果再慢一点的话，其实自己不知道是一个 A 控包。对。时间，哥们儿，刚下，刚下，大体刚下，大体刚下，确定。那边，那边，我知道不是。过了，没拆，直接打掉，这样的话已经拿到了第一分。他是赌 A 了。他这个如果没摸的话，其实如果要夹这个 A 局，对方刚好是两个人，不一定判断得到。嗯。小心 A 控局，下一把谁有谁可以去抢他一下 ？A 控口局，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懂了吧，虫儿？我知道了。哇，前期还是。和自己的队友沟通了一下，就一些细节一定要小心一点。捏枪啊，卷底狙对吧？刚才在 A 控口，杰瑞不知道了，还是在找不见了这个狙，一共十要控一排，继续控。杀人的后，我们扣完人才自动的。没事，我跟他说一下行。就咱可以你们打更衣室呗，拉二门，我也上吧，上吧，狙在二楼啊，姐姐。嗯，就是前期的一。一个交流啊。他有可能是得白。这边没封好。烧一下 A， 可以啊。我跟嘉伟去，我跟嘉伟去，我把外场看了。那看一下你们两个这波操作有没有得到些信息？来，嘉，我弹个三枪雷啊，来。我也在，要拉 Q 了。来。严三，他们一起拉一组。一分十秒左右拉一组，来。哎，他在铁门好像听到了。三。看到你们啊？没有，来三，看一下二，还小心还有，然后上来，还有上来的，这两个人啊，感觉好像是赶到一起去了，刚好是两边都想动。走廊边，靠着绿的吗？控二门，绿的没回，没拉出来，我给你架着，绿的帮你架着二门的，我跟你一起控那一大家的，拉掉 ，nice， 不着急，全全没回，全全没回，全全补 A 了。骗他一下，骗他。啊，好好好。大力上，打六十，打到哎，必修一把，打不上。哎，还有全圈，还有全圈，确定。哎，还有全圈。
去找你，危险危险，从这带包走，是二黑乌军，陪他上了全圈，你走掉，我去带包，狗哥，倒梯倒梯，我去带包。哎，妹儿近点，妹儿近点，追你的，追你的船，追你的，追你的，大楼梯追你了。走廊口，包下次记得带一下。追上来，追上来，追上来。直接被扑掉，这样的话，2-0的一个开局。但是其实打的节奏还是比较慢的。是，就其实是我觉得，哎。AG 没有去选择主动、嗯、主动的都是对方，完了主动都被打掉了，对，都被打掉了。小心一大局上来抽人，再把我加啊，下位你自己控王，看到那边 Q 跳就行，追不到你，走了我帮你看，先进去，先进去，先进去，没没我说的话，跳追不到你，现在他没有，我来控吧，下位我下班，我下班这边应该是前期还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控点了，对，突然间感觉到第二张都紧住了，就是唯一能看到的可能就是绿豆在双校门这边的一个击杀，剩下可能各个点位都不会有一定的一个交火吧。留了红秒球，第二楼在跳，第二楼在跳，第二楼在跳是吧？ Fire in the hole。 我听到跳了一下，这边还是属于一个常规上的一个防守啊，绿豆这边仍然在一二门门要去架一下这个 A 控以及卷底的保卫者。A 控需要看他啥造型。走廊没看清了。就一直控点呗，现在。就是突然间就是跟第一张地图整个的一个节奏就不一样了。对，换了两只队伍过来打。是。等我们打，你知道吧？来，把绿豆放进来，我们阵地一下再打，不着急，来得及。把一门给我控住，把包丢到外场，把包丢到外场，我去搜右手，我去搜右手。Smoking grenade。走廊封烟了，这个时候没有，绿豆来排一下，快。来了，绿豆来排的话，这个点不太好排吧？只露一个头吗？天荒。是。我跳进去了，别接。黑乌军封了烟，你们再进。反闪了，他以为要打，把绿豆留。听我说，卷底刀刀，他以为我是骗子，卷底刀刀。帮我架着，带包包币呗。要打哪里啊？要打哪儿？二楼要摸，二楼要探，二楼全军要探。二楼全军要探。我这边刚说完，全军是缩回去了。是。死的全军。快快。还在靠，30秒了。走廊吧，咱们。快点，二楼。走廊没看。二楼全。我走一楼了，来，绿豆看二楼，我走一楼，准备。这边只有两个人去防守这个 B 点啊，重心都放在 A 方向，看一下。哎呦，这边没有搜点。这边一波刷下来以后，瞬间是用了10秒钟占领了这个 B 区。没那么快，屁股。卷底能到、啊。那右上角是请求了一个暂停，应该是 EDG 这边吧？是。二门他提前不过吧？咱们得。我没看，我再看。别了，给你一次屁股啊！我封烟。卷底一个，卷底一个。卷底一个，确定。卷底就见。把你拉上。这个没见。先走了。屁股还有。走了吧，30。3-0，应该是要叫一个队内的交流。我们回来打是来得及的，只要我们在30秒之前打。不露你知道吧？不露不行，要不咱这手。手的话，咱是来回补点死人，要不咱就各守各的呗，等他进攻呗。不行就放一边。我感觉要不就正常守，先试试吧，先别来回帮了吧，好吧。我们每次都帮的时候，他老是在中间一直弄我们。绝地第二时间就自己就进来玩一玩。要不然就你们，你等一下，二门封了烟，你就进 A 控，你们俩 A 控，就两。A 控就完了，一个 A 包 B 我俩弄，他 B 要打 B 也是先进来骚扰才会打 B 呢。没声的时候你们这段时间别拉二门，
我给你封。不，你要打 B 就叫我，你要是啊，我就是要打 B， 我就是要打 B。刚才上分，我要打 B， 我就喊你来，你把那架住了，我就打了。你们要我人的话，就要加委屈，因为我把那边这边看的，我能看名儿啥的。就这样，我抢一把管他，如果他压了，你直接拍，你们去拍，我自己抢管的。那没人给你看 B 键、啊？不看不看，他我赌他，我赌他压 B 打闪。他如果打压臂不打伞，我就认了。那丑儿，你抢到前点，我们是直接下一大还是？可以。咱打二门呗。打二门行。同二不要抢。我抢管道，咱可以加钱一起来。来嘛来。压了。两边这边的一个沟通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。都在讨论一些东西。对。这边 AG 听到他们这个暂停，聊的是想要打一个一二门。我没来。而 EDG 这边是选择两名保卫者，应该是想要在这个 A 控里边啊。控住，又是回来控住了。我想进 B 玩一下。OK， 我想进 B 玩，加伟在一边，咱三个进 B 玩一下。我包吧，泽拉没看，泽拉没看。把丢到外场大象，把包丢到外场大象。要打。B 吗？我们进 B 烧一下，烧一下玩一下，架一下。加伟帮我看一大，加伟。回来帮我看个走廊啊！我先打个 B 的牌。这个没狙了，感觉对于 ED 来说是非常的被动了，有点难受啊。是，这边三个人想要一起拉一下。按完封个烟，来，咱俩赢吗？看谁大点。绿豆来啊！喊你来玩一下绿狙。绿豆在这个一二门。记得非常认真，应该说的是三个人来玩一下，然后加伟来控。他感觉觉得绿豆是说的是另外三个人，跟他没关系。我直接进去狙他吗？我先拉。你看，你肯定要打 A 个吗？你先让绿豆，我感觉要打 A。他 A 控一直在跳，你帮我清一下近点。他卷底一个 A 控一个。让绿豆直接去狙卷底，你清近点。哎，但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差，别露啊！拉住，过来对枪了。不是他冲出来了，哥。我就俩枪，没事，他就直接。别录！你这个东西，你第一是都拉到近点了，已经没有打到他了。是，你已经没打到他了，你让他别录，绝对就很尴尬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给他还要摸了，我不控了，你让二门，咱直接打二门吧。行，今天还要摸，你小心点吧，留个心眼。时间来到了红秒，看一下三打四，最后四名潜伏者的一个选择。我也走一门了。这带包的是绿豆吗？杀哪人打哪，嗯 ，A 包脸也打不到我吧，可以打 B， 打 B 打 B， 下来，漏声了吧？刚才对，漏了一声。全体，这个回声给狙了。哦呦，这边没有躲过去啊。剩下哈迪斯和绿豆的这个残局。确定。我感觉他倒黑不如啊，完了又被晃点了，感觉是。完了。哎，全体进来，刚进来。小黑屋。时间就到。你有啥？拉进来，右走小心。他没时间了。直接选择安放西四，看一下这边哈迪斯的一个强点。最后。打他，他你包点，别慌。躲。这一个残局很重要啊，开始顺。哎呦，这个就是幻神的这个上限很高，嗯，就是在这个位置我能开三四枪，就给到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机会。而且感觉最后哈迪斯好像有点紧了，是着急了。他最后几秒钟又想去又不想去这种。对，他也害怕，就是对方可能不安放西斯再架他，想的比较多。是，但是怎么的都是打，还不如赌一手。帮一下，不是我小心他。4-0。来帮一个，你也小心点，金山也小心点。叶哥吗？那我就再去。我去，别急，我们四个都来，别急啊，别着急过点啊，家人。一次算四个人横拉。我又看到了一个九胜三负的队伍，我刚刚才注意到。上门又上去，别急，别着急，等一二三，别着急，我就跳过去了，把我打死。这样。右手没见，我确定。他们也没朋友了。好了。没事，我继续去 B， 给点东西。没见人。
绿豆还是比较喜欢就是来到一二门这个位置，因为他在这一场比赛中一二门很有优势。是，那我俩进，你俩得趴到一二门就中，外面是吧？我俩进去烧一下，你俩趴到一二门，一二门封烟了，我们一二门封烟了，手拉盲盒，我俩趴一下，趴一下，狗哥你不进，我进，不着急打是吧？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我在那趴一二门左右，我在里头控着，你回来带带走。我帮你往我们这边，我来了。你们小爷大上来，我没看啊，你看爷大哥，大卫这边是和宠儿已经溜到了木门的一个近点。我有一左一右，中间还有个绿豆。哎，我这边要看到刀刀了，你们一样吗？阿门切了，阿门切了。哎呀，阿门有一个，全力，这给这个摇了，给摇了。包我觉得没事。对，锁定了最后哈迪斯的一个位置，一打三，五比零。现在感觉突然间到 EDG 很被动。嗯，那你第一场比赛跟我打的时候不是松松散散的吗？怎么第二场现在就是这怎么说？我认真了，就每一分基本上都到红秒了。现在对他这波选择了一波大招啊！侧门，全体全体，皮控底皮控底，皮控点。走廊一个，走廊一个。第一波做得非常不错，那看一下这边后续 EDG 怎么样去做。我打九十圈，两个九十，剩下绿豆。外场，外场，上上狙，外场，这个小缝隙。前面是近点，就这，三个人感觉要把他围攻了。五比一 ，EDG 是拿到了他们的第一分，还是利用一个出其不意拿下这一分啊？只能是选择这样的一个主动，因为在前面的几分里面 ，EDG 选择了中后期的自己主动，就每一次出来都是被对面给断掉，对面就是控时间。对。他这个，嘉伟自己跳，我一会儿来加 A 门，别过，小心点上来。行。他这个 B 的烟是瞎封的。瞎封的。右前方我瞄见了，兄弟。咱过来四幺 B， 快快把他撤了。我瞄到近点前方。确定在右手了。我切到来，等一下。快快快！现在就锁定人的位置，看你怎么能把他给打掉。他有可能跑了，没事，确定他。我第一时间看到他有可能跑了。在右手，哎，天荒看见我，右手还在跑了要跑，跑了，说的掉。绿豆进来加速决定，这个给打掉以后。那这样的话，全圈的位置就显得比较重要了呀。全员这边是不是被打掉了？是。我下班了，我看走廊。然后白包，走廊，走廊，跟谁右手？我能看到。全体一个，全体一个，走廊一个。对，在。给你看不清楚，小心。全体进了。这边扔了一颗反弹的一个闪啊，掩护一下自己。九十血，小江子，小江子，五百了。六比一。他只要狙一死，他没得玩。是，真的，就是现在压制了这个天荒以后，感觉整个队伍就非常非常，尤其是在这样地图，就是天荒只要一掉，就没人去打开局面了。中间那个人，你没人敢看，这边又压了。左手拉了。走廊留一个，全走廊留一个。听到吗？闭了，没意思。这感觉就是 EDG 一个打不开局面的一个选择了，而且天荒手感也不好。嗯，就是前期在一二门这边可能被绿豆狙的。是。我一血，我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你们四人抱团。我们三个抱团，对，别说话，我这里有人，有空口一个。嘉伟带包吧，我就摸了，确定左手。看到你。枪死。
A 控最后一个，他补卷底了 ，A 是空的应该。同样你下去，确定？你下去自爆了，找他人。不找。确定。然后应该是宠儿这个最后别急别急别急说。最后还给绿豆给剪了。继续，7-1，人太远了，趴吧趴一门，走，开门，我先管砸二门啊，六个大包压了砸二门，开门的后，先别过，去你妈，这啥来着？捐一头绝换，拉着吧，捐箱子上去，封烟第一时间，捐别。又是来看这个，管道下的这个天皇，天皇这次并不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了。对，天皇在这个一二门这边打得有点难受啊。是，好像不太愿意过来了吧？从这个架点看过来，对，就死在黑屋这个位置了。现在。这边铁门的哈迪斯。包点打二四，铁门没掉，包点这边第一位还没掉。铁门没掉，全队这边就补了过来。剩下绿豆也是被锁定位置，直接要跑。这是 AG 要还 EDG 一个上半场7-2吗？那就三个嘛 ，A 控就三个，你在支援吧。先断掉一个再说。嗯。被控打了。我着急想把你们打铁门了，不然他死了。第二门能来吗？包吗？让左边下来。他们不知道有没有包。有包吗 ？A 包点最少还是两个人。没事，三个人。让一门上来就行了。就控住了现在。左边不会下来吧？下个四面八方包。好几次一枪死。摸一下你们打残局的一个心态。看确定 A 控天皇没回啊？对，我确定。大方看，你还是小心点吧，万一他动了，没往动。对，大厅没有，小心管道啥的。这个他要直接安放一个四面八方包的话，要抓紧时间啊！没有，没去安放这个 C 四。那这样的话，更衣室走廊跟卷底应该是要同步到了。他准备在这个位置开射了。Nice， 直接被狙掉，7-2的一个上半场。有身位我们直接干他家啊！2-7我们，但是我要是说这边过，这边还在想攻守互换之后的第一分。是一个在说有机会怎么样，然后对于一姐来说，刀刀一直在说就是没关系，有没有稍微稳一点？虽然说是只按两分，我觉得宠儿你可以来把管道，他肯定上来进攻，不及时地板我不就那种。但只要能拖到这第三张地图，七弟还真不一定。你先点来，你换死板走。哎呀，上来 AG 这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阵型。下了一个绿豆啊，来到了这个管道，然后前期这个更衣室也是在包括这个二楼也是放给对手的。你要不要跳一下？林毅怎么跳？我等下封一封烟。你自己想一二门摸啊！我用我跟一文两个手都逼了。一会儿要让宠儿帮你封吗？我先给你封个逼。EDG。也控住。双门是有想法。那你帮A控烟了。你在卷烟里看吧，你在卷烟里看吧。帮你丢道具。谁是帮卷？接着走管。帮一下 A 控，我去。拉一下底了。你们三个二门吧。走廊口有，走廊口有人。二一，走廊口有人。要么进哈迪斯经典。天荒也在，全也在。要么经典有人多。你看故意喊。日语喊得很大声，然后让你不敢打是吧？是，感觉就不敢打了，要走了。红烟，又是没红烟了，就是要来一二门，小心一包啊！嘉伟，小心一包。就真的是要来。一二门来了，一二门打了。这边扩点的一个全是个残血啊！全体，全体。
小黑屋，小黑屋，小黑屋，小黑屋。全体门卫的绝，掉包了。今日九十死了，别浪，别浪，全体掉包。包了，全体掉包了。门外的绝，我就在管。驱动我，别浪，我就在管他。对，你能帮他一二门。他选择走这个更衣室的话，刚好跟扫位的伊文这个点能够对得上啊。他有可能走一二门啊。哦，伊文是两边带。管道来不了，不不不不，管道也来不了。信箱了，信箱，别进了。啊，看到了。有走廊吗？小心点。我把他第一个球。二比八。我帮你投吧。他没有上了，他还。他没发现我，我能去，还去吗？可以去，可以，可以。慢来，鼓掌。Smoking bomb。对，加一，你们缺一个，再怼他。哎，这一波这个中路的一个拉点还是对上了啊，这个一二门。但是在我们看过来，好像要夹这个 A 区 ，A 区人很多啊。要加速了这一波。小提这边直接是把打掉冲。哎。边嘉伟还在啊，自己一个人就下来了吗？是，想打一波主动的。看一下这波二打三的一个回防位置，现在已经站好了。这个雷，我开枪就是。来了，两个人看一下怎么样去选择啊？宠儿先小 T 和自己的队友两个人抱团一起下。这个给自己队友推一下。这边是吧？给我，给我。也是打了一个自人，三比八的比分。是扳回了一分。这波加速和上半场逼控前顶第一次的逼控前顶差不多吧，都可能让这个 AG 没太想得到。AG 上来也是还了你一个前顶啊，同时一二门三个人抱团也是压了出来。那这样的话给予 EDG 的一个活动空间不大了，感觉要一鼓作气拿下了。目标三比九，这边是 AG 拿到了据点。对，没事，看懂了，接接我看见，我说你在干啥呢？我是来人了，我放一白的，来了我就救白，我主板，等下打野，绿豆居然巨变，没见过，来了就干，绿豆在看过点。对啊，他们瞎干的走廊，看到加油啊，兄弟！封个烟回来，在吗？要封烟吗？直接？还能帮我看过点？管道里要封烟吗？管道里，封。感觉这样的一个比分，其实对于自己来说压力。很难去追了。对。露个脚步，我们往后走打雷 ，nice。这个很像，可能在第一张地图的 AG 差不多，就是我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面，我可能就是放松点，嗯，咱们能打出点东西，打出点东西，可能对于他们来说，现在就是大家练一下，因为打 TD 了一回，因为起码还有一场就是一张地图的机会嘛，是，还是就可以让他一下狙进了，被狙进了，是吧？鬼门拉一下，狙进了。喂，这个时候看一下小五要不要继续往前摸。我们大家就是等下左左左啊，那个我想我不哈迪门外哈迪送的，我反了，我说走不走？进了，进了吗？没换过，这波两个了，抢掉了哈迪。这边还是在控点 A 包点是放给了对方。嗯。没幺零，可以来这边反抽一下就得了。我感觉 EDG 这边并不想转点啊，还是想对。这个二楼更衣室这边做一点动作，这两枪空枪非常的可惜啊！这个真的是潜艇铁匠了，打铁，打
两枪铁。对，看一下卷起这边的一个宠儿也是被补掉，9-4。这太难受了，两枪打铁。没事。拥抱带下走了。嗯，我带我带。他主要是没看到绿豆，他一门就来了。看到我在这待好久。叶门没见。还没叶门狙，叶门贴过来了，再狙。我看到了。好了是吧？回来了。我封个烟，叶门。天皇等下去报警，去抽他一下，他肯定是开药。这边 EDG 虽然说只拿到了。四分，但是他们的交流还是比较细心的，还是在想要去慢慢把这个分数给搬上来的。嗯。不打逼我追啊，我自己打了。打逼我走了特别快。我差不多够。我差不多十秒一条。走廊一口有一个。小麦。哎呦，这一波组合雷你送走了，好在管道，好在管道，一人狙一个，这样的话 H 不好打了呀。我看叶门摸，叶门摸不了，现在我只能看左廊，还是总来挑战这个老位置啊？对，要拉他吗？A 没见 ，A 没见。这管道中断，加上绿豆，可以，没苗了，没苗了，可以。摸了，掉包，再包，两包。来，看一下要不要帮绿豆一手啊？剩下全全，小梅是恭喜 AG。